感谢各位热情的掌声，谢谢热情的掌声。刚才两位老师表演了一段，说这么一段啊，感觉各位人兴致不是很高，哎，情绪很低沉，是他们说的太次了吗？咱们还要清楚呢。说的好与坏都得介绍一下。哎，桌子外边这位老师姓宋，叫宋浩然。刚才叫宋浩然。对，记住他们俩。里边那位老师姓鸡，哎，他叫鸡屁股。别记不住了，这个什么叫鸡屁股呀？这什么？鸡肖童。鸡肖童。哎，两位老师说的很辛苦。哎，就这辛苦。下去休息一下，别闹啊！把这口气给咽了。这场啊，这俩人上就死了，这怎么？什么叫咽了？应该是换了。对，这场呢又把我们小哥俩呀换上台来，到我们继续演出了。其实我们一走上舞台呢，各位看见我们两个人啊，可能也不认识。哎，大伙儿也不太熟悉啊，比较纳闷儿，什么意思呀？这种状态什么样啊？学学啊，这么诧异啊！哎呀，又上来两个人，又上来两个人，刚才这俩是狗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俩人又不认识，年轻演员不认识很正常。哎呀，这俩孙子是谁呀？大家等一会儿，什么叫俩孙子呀？啊，说错了，我是儿子，我今天站在这里。来，你先稍微等一会儿，你怎么那么机灵啊？哦，观众看着咱俩，这俩孙子是谁呀？你是儿子，凭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会挑的好的呢？我还想当儿子呢，我也乐意当这儿子。啊，不是，挑孙子儿子，你先挑行不行？你挑完我再挑，好不好？我，啊，你挑孙子儿子，你挑，好不好？挤着你来，你觉得哪个好，你来哪个，好吗？下不去嘴，这你挑完我再挑，我挑，还是你先挑？你先挑，我后挑，我挑一好的。你先挑，哎，我先挑的话，我选择做我自己。你不挑这俩里头的人吗？挑，笑话，这俩人是谁呀？不太认识。对我们不熟悉，不了解，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我们也得介绍一下啊！我叫郑晚。哈哈哈！都是给我拍的。哈哎，理我一下。你都尬住了，你们。做一个自我介绍。介绍一下。哎，我叫刘小婷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。一个小学员，提起我来呢，可能各位对我不熟悉，不太认识。但是提起我师傅来，我估计今天在座的诸位全都认识。哎呦，您师傅大伙儿都熟悉，哎，这人是谁呀？难以启齿。什么叫难以启齿？这人得多恶心啊！这是不是恶心啊？那什么意思呀？主要我怕各位笑话我，因为我是一个要脸的人。说相声没有几个要脸的，不要脸。说相声的一股清流。哎，您是不是清流？咱放一边。您先说，您师傅是谁？那我介绍一下。哎，我们听听。各位不要笑话我。哎，我们忍着。我师傅是哪位呀？是岳云鹏。哎呦，岳老师，那是我的老恩师。那你不应该要脸呀，我。为什么你师傅都不要脸，你凭什么说自己要脸？想改变一下吧。好，改变一下你们的门风。那是我的老恩师。我叫刘小平，一个青年的相声演员，是没有什么知名度，也没有什么名气。太客气了啊！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。哎，我也没有名气。不用你夸我呀，那也得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，这位老师是我的搭档。哎，我们是搭档。这位老师叫。很快，我把你给忘了。你也是个人啊，一股脑子内存小，刚才进了点风，把你给顶出去了。
多大风啊，把我顶出去了。你顶出去了。不是不是，您好想想。让我想一想。在哪儿搭档？你忘了想话吗？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下。什么？些许的时间。还些许的时间呢？行，你想不起来，我歇死你。好，想起来了。你歇死我了。想不起来了，想起来，硬住了，还硬住了，我也有名字呀，叫什么？张九泰。啊！好名字。名字不错呀。是吧？哎，我一听你这个名字，还挺壮阳的。哎，对。怎么听出来的？你说你叫张韭菜吗？谁家人叫这名啊？张韭菜，那玩意儿好听吗？这个。张九泰，张九泰，对呀，张老师，您老师啊，喜欢说相声，哎，确实是，现在来说有一定的名气，不行啊，称得上是腕儿，谁说人家是大腕儿，算不上，人家是腕儿，你瞧，人家是腕儿，哎，我是那狗，您知道吗？明星大腕儿算不上啊，相声说的确实不错，您别客气，今天来的人也确实不少，可不嘛，都是喜欢听相声，大伙儿爱听，没事来这休闲娱乐一下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是好啊，花钱不多，长乐不少，对，你看没事了，自己过来听个相声，哎，有这样的，你看多棒，哎，一个人过来听听相声，带着家里人过来听，嗯，多棒，好，带着自己媳妇儿过来听，多棒，两口子，带着别人媳妇儿过来听。多刺激！不是您别闹了，您前面说这都行，最后一个那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很简单，你拿今儿举例子来说啊，带着别人媳妇过来听相声。嗯，今儿周几啊？周日。周日，好日子呀、嗯！周日晚上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把别人媳妇带出来，听相声，这不是疯了吗？大晚上的干点什么不好啊？为什么要来听相声呢？关键怎么说呢？把快乐带到别人的家庭，这不像话呀！这万一没有万一，那做一个小调查，咱小互动，哎，小互动好，带着自己媳妇来了，据说我看也有吗？咱看看有。哎，我觉得咱们俩好像是走错地儿了。没有，真没有。其实刚才有一个，有吗？有一个大哥，我没看见啊。有个大哥一举手，一看没有人，他又放下了。不是这放下了什么意思？这个、我估计他是怕丢人。哎，现在带自己媳妇出来都丢人了。带着别人媳妇来的举手，我看也有吗？有吗？看一眼。上边有，上边有。小孩不少，为什么都是女同志？带姐们来的怎么办？您好啊，如果说今天真有带着别人媳妇来的，我奉劝你们一句，什么呀？啊，你们一定要中午出门，为什么？因为早晚会有报应。早晚会有报应，这是奉劝给带别人媳妇来的那些男同志啊。我也劝一句，劝劝你，最好中午出门，为什么？早晚让人打死。这嘴怎么那么丧呢？凭什么呀？哎呦，说相声什么都得研究。那可不啊，不说不笑不热闹，哎，就让大伙儿开心。哎，我们的宗旨就是把各位逗乐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哎，其实拿我们来说呢，什么都得研究。那可不嘛。啊，研究各种买卖呀、啊。买卖得研究。有意思的事情。好玩的事。那这位老师来说，我他就是一个买卖人。哎，算是啊，他买卖人。对。不对，买卖人呢？你先等一会儿啊！我怎么个买卖人？做买卖的。我以为我人贩子。他做买卖。做买卖。他卖脆梨。对。他大哥卖炊饼。对，等会儿。别闹啊！我想多活两天呢。我卖梨行，不卖脆梨。啊。我也没有大哥。大哥让人弄死了。对，现在就剩我二哥活着了，我二哥一会儿也死了。卖梨，嗯，旁边也有一个卖梨的，是人在那吆喝。哎，市场吗？他脸皮比较薄，哎，面子还、不敢吆喝、不好意思啊，这种状态。什么样？这人在那儿卖梨，嗯，催梨是，
不敢吆喝。我是脸皮薄，人家那儿麦丽，崔丽，哎，后来他也撞进那儿，那也得吆喝呀，也得吆喝呀。嗯，你听人家那儿麦丽，崔丽，你叫他我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哎，我也是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你也是麦丽的。他们听得懂吗？人都走了，你知道？哎，我也是。对，人话都没有主语。做过买卖，哎，这是实话。天底下所有的买卖，分为这么两种。哪两种啊？一种是让人的买卖，一种是不让人的买卖。哦，这大的分类。哎，对对对。你说这个让人的买卖，举个例子，鞋铺买鞋，尤其卖那个圆口布鞋。哎，就我们演出穿的这种鞋，让人，特别的和气，还特别和气，和气到什么程度？哎，您说呀，就您不打算买鞋，打他门口路过啊，跟掌柜的聊上天，这个买卖算做成了。不是，您说我不打算买，聊上天搭上话就能把这鞋买走了？对，不可能。怎么了？我是。没遇上我，遇见您了，我这就不买。你肯定得买，就不买。就你只要搭上话，你就得买。搭话都搭不上，钱在我兜里，不买就不买。你肯定得买。抬杠着。咱来一回。怎么来一回？我来这个掌柜的啊，鞋铺掌柜的。行，你来遛弯的。我遛弯，你肯定得买。我就不买。咱聊天你就得买。不可能。你就得买。来来了，哎，过来一个，吃饱饭上街遛遛弯。先生你好。滚。我就喜欢遛弯儿，我这人啊，不爱跟人说话。那先等一会儿。这是咱俩是在聊天吗？我不想跟你聊。先生，先生，滚！啊，我这样啊，我人就愣肿，就这脾气。那不行，滚不行啊。那您什么意思啊？得交流上啊。哦，还得能说话啊，得交流。哦，交流。交流上。交流就可以，交流也不买。交流就不买。吃饱饭上街遛遛弯去。先生你好。你有病啊？我怎么了？哑巴呀？哎呦，还聋呢。哑巴不像话，得能说话呀。还得能说话啊！你下回来个哑巴啊。他把我路过堵死了。那能说话啊？能说话，那正常。咱俩得交流上，正常沟通，正常沟通。那也不买，那你肯定得买。来回试试，来来来来，吃饱饭上街溜溜弯啊。俩兔爷似的。先生你好。哎，您好。遛弯儿。遛弯儿啥？进来待会儿。大白天的不合适。没事，放松一下。我没带那么多钱。不要钱。你们这生意怎么现在这么敞亮吗？您这是干什么买的呀？鞋铺。嗨，吓我一跳。卖鞋的，现在都说这是卖鞋的了。都说卖鞋啊，卖鞋铺啊，卖鞋铺，卖鞋的鞋铺啊，卖店当的，正经卖鞋的。哦，正经卖鞋，正经卖鞋的。哦，卖鞋的。您看这个大冷天的啊，结果暖和暖和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啥？我就想遛会儿弯儿，对了吧？我不买鞋。哎、你这人，你看这，哎你。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邪门的东西。待会儿就待会儿，这人，哎，行行，甭拽，甭拽，进来待会儿就待会儿。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小张啊，给这位先生沏壶茶。这有伙计吗？这可是咱老主顾了。谁说的？每年都买咱十双八双的鞋。哎。我怎么那么费鞋呀、啊？十双八双的，茶叶弄的，走着过沙漠。哎，沏点茶，沏点茶。哎哎，先生啊，您喝茶？还有茶叶？好茶叶，是吧？二十块钱一吨的。您这是过期的树叶子是不是？二十块钱一斤的。一斤的啊？啊，不是一吨的。一斤的啊，一斤的。咱闲聊天啊，狗嘴啊，闲聊天啊。像您这样的人，你穿多大号的鞋呀、啊？甭打听，不买。
怎么了你？哎呀，啊，你别那么突然行不行？没让您买啊。你人格分裂吧？不是，我们干这个的，爱问这个。打听这干嘛呀？来看一看您的角度大，跟我想的一样不一样？你甭猜，我这个，嗯，你没有你们这人没有，我这特殊。得打我呀，嗯，我49的。49的，嗯，没有吧？有什么呀？小张，你老这小张啊，把这个船给我划过来。怎么还有船呀？划过来，哎，靠岸了啊！哎，好家伙！哎呦，躲点啊，别砸着脚。您试试啊？怎么样？试试，李福尼皮褶皮头穿你脚上跟定做的一样。这个。不太合适，怎么了？大，说的是真话。谁穿49的不大？不是，你甭管大不合适，大没有关系。什么没有关系？咱们这个鞋呀、是旋的花。什么叫旋？哎，你开始穿着有点大啊，没有关系。嗯，穿着穿着一回旋正合适。而49了，42唰回到42。哦，你硬找42的，哦，就把回就合适了。对对对，我说大，你可能没明白。我明白啊。不是，我说的大呀，是我脚大。这鞋呢还有点小，我平常都买51的穿。怎么着？你惦记穿着51的鞋走出地球啊？这什么叫走出地球啊？这都什么包袱了？51啊。我平常穿五，鞋小，鞋有点小了，没有关系。怎么了？咱们这个鞋是旋的，它又旋的。哎，你开始穿着有点小啊，穿着穿着一松旋正合适。您那鞋要大了吗？能回旋。小了吗？能松旋。鞋里有松紧带。给我出去。松紧的鞋是吗？让您看看样子不好。怎么了？脸长。脸长好。刮风薄里灌土，哎，脸短，脸短好，透风不长脚气，底儿薄，底儿薄好啊，走路轻声，显得您利索，底儿厚，底儿厚好啊，有个砖头瓦块不硌您脚，这些给您，这鞋不能炒菜，你们家有用鞋炒菜的吗？就我没得说的，还是那样，包着不完吗？包着吗？您家小少爷今年3岁，小张把3岁小孩钱拿过来，别，哎，先生包着，掌柜的，这事我都不想要呢，没让您买呀？怎么了？本年优惠买一送一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打个电话，连大带小钱给您送家。嘿，你瞧，和气不和气？还真和气，开心不开心？哎，还行，买走了吧？还真是，让人的买卖，这就是让人的买卖。哎，那您刚才说这还有不让人的买卖呢？不让人的买卖，什么买卖？棺材布，棺。买棺，哎，不让人，不让人吗？而且棺材不和气，这还不和气？哎，双扇门，单扇开，就开一扇，开一扇门。哎呦，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。好啊，比方说你啊，我，你吃完饭了，嗯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到棺材铺出门去。对，我忘了呀，我这真叫吃饱了撑的呀，这个。你朋友在那儿呢，躺着呢。老板。吓我一跳，俩人闲聊天了，不聊生意上的事儿，是吗？也就临走的时候，有这么一句满话，怎么说呀？以后别人家有闲事儿，你给张罗着点啊。说话的阴森的感觉，连回见都不能说。回见，嗯、回见都不能说呀？回见，像话吗？对，挨一嘴巴，你不像话啊！行，不和气，基本卖不出多少。我问问您，这棺材铺是不是生意不好？不好，好就怪了。怎么了？掌柜的不会做买卖呀？做生意哪有这样的？生意精准不懂。你像人那鞋铺，你学一学。怎么学？学习人这个销售方式、销售模式啊。怎么？单扇门，双扇开，全打开，对不对？掌柜的站门口，让人。站门口上人，棺材铺，对，说就是棺材铺，人不进来往里拽，愣薅进来，不买不行，好家伙，我跟你说，按我这主意卖，一屋子棺材不够卖的，以后买棺材摇号，摇死够5年才能有摇号资格。我跟你说，那生意好极了，你那意思就把这个。
鞋铺的词儿啊放在棺材铺上。对，就按他这个按这种销售模式来。对，能一样吗？当然，也卖得好，知道。就是棺材铺让人以后棺材都买不上，站着死。那咱来一回啊，来一回棺材铺啊，棺材铺让人，你就得让我，我来棺材铺掌柜的，没问题，你来这个遛弯，让人啊，让人，让人啊，来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吃饱饭出来遛会弯，最近减肥得多遛弯，没事出来走走，很风景多好。哎，出门没看皇帝。撞上这么一个先生啊，遛弯呢？我走错地儿了，遛弯呢？进来待会儿啊。什么买卖？进去待会儿？棺材铺。这我不进去，我溜达溜达就得了。进来吧。来吧，我溜达会儿，溜溜溜。来吧，先生。招魂儿，我不进去啊！谁爱进去谁进去，这玩意儿看着多瘆得慌，谁敢进去，对不对？什么毛病这是？我不进去，不进去，我外边溜达溜达。进来。大冷天儿的啊，进屋凉快凉快。你觉得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大冷天凉快凉快，你那里边阴冷阴冷的，我告诉你吧。你说这身闹的，没地儿坐。我坐哪儿啊？那个坐棺材上。哎，不，我站着，我站着挺好的，我站着挺好的。谁知道里边有没有人啊？这小张。给这位先生沏壶茶，您甭跑，这可是咱老主顾。这有点不是人话了啊！每年都卖咱十口八口的棺材，你们家老死人的，我跟你说。您那个身高是？我1.8米。1.8米，不要着急。不啊，别着急。我不着急。会有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？你们家棺材摆这么高，哎啊，先生，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。我站的也太使劲儿了吧？来的我找到自己的归位了。沙漠两帮萝卜底，金丝男子盖，巴黎庄里边十年烂不了。好木头。来，先生，我扶您躺，你试一试。哎，愣板下摁下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我走了。那个，您家那个小少爷今年3岁。小张，把3岁小匣子拿过来。我不要，没让您买啊。怎么了？本年优惠买一送一，以后您有什么需要，打个电话，连大带小全给您送家。送家我得打出来，我赶紧走。您别走啊！干嘛呀？您把小匣子带上呀。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回家哄孩子玩。这不是玩具呀、啊！你安4个轱辘当小车推呀。那玩意儿多闹得慌。那把盖钉上呀。要不闷死了吗？闷死正好啊。怎么的？推粉你就买了。